与我是真啊！本抓等级测试，不想被骗，快来看！一，接到00开头的电话，你会？不接就对了，这些开头也要小心，不是推销就是诈骗。二，有人自称客服，说你购买的东西在途中丢失，加他可享受5倍赔偿，你会？如果你加了，他会一步步引导，最后把你的钱骗走。三，不熟悉的人突然给你发了个压缩包，你会？千万别打开，压缩包里可能有病毒，是不是手机被入侵？四，你的银行卡突然多了5000，然后有人打电话说转错了，麻烦你退还，你会？这种情况可能是骗子拿你的信息借贷了，最好马上报警，让专业的人核实 money 来源。五，你妈突然视频说家里出事了，急需一大笔钱，你会？先别急着转账，这是网络诈骗正在爆发，涉及金钱最好通过其他方法先确认清楚，记住陌生来电需注意网络信息。